各位请。最近就是蛮推陆平，那颇受好评。那绿营的市议员也说陆平做得很好，但是他说那是他争取来的，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。没关系，反正不管是市议员，不管是市政府，都一心一意为高雄市民来努力来打拼。这次结果成绩，如果市民朋友能够满意，就不要分是谁的功劳啊，谁没有功劳，这样分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来。那绿营的党内初选把您当作是假想敌，认为说蔡英文如果你的民调，蔡英文民调赢你的话，赖清德认为说这样子他愿意放弃。民调是起起伏伏，民进党中央对于他们自己的初选制度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变动，我相信民进党的支持者也看在眼里。至于把韩国瑜出来当假想敌啊，我是愧不敢当。好，谢谢。市长，现在那个黄光芹哦，他现在又po文说您曾经说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，然后他说要问你怎么花天酒地，因为他讲得很 detail， 说您睡前还喝，会喝一杯酒哦，是我说您去大陆的时候。爱酗酒是吧？谁自己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放纵？我本人讲出来的。谁自己说出来？选到立法委员最后找不到心中的方向，找不到为人民服务的动力，是我自己说出来的。我为什么自己在媒体前一年多前我就公开承认？因为我有反省力的人，我自己公开讲出来。第三届立法委员，我找不到人生方向，所以我不选了。事实上，大家去查一下，立法委员自动放弃选举的非常非常的少，因为我有反省力。一旦一个政治人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跟动力，就不适合再从事政治活动。这是在一年多前我自己对外面说明的，而且我一点都不担心，也不害怕。至于说我是酗酒，每天都要喝酒，睡觉前一大杯金门高粱，说实在的，大错特错。我睡觉前心思乱，我都是念佛经，我一个人不喝酒。我喜欢喝酒是好几个好朋友天南地北聊天，大家大声的讲笑话，泡茶，然后喝酒，天南地北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就像有的人喜欢音乐，有的人喜欢阅读，有的人喜欢运动，我喜欢跟几个好朋友聊天，然后大家喝几杯酒，这是我的个性。我当高雄市长到现在将近5个月，我没有喝醉过一次，睡觉前我都是念佛经。如果大家愿意再给我1分钟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睡觉前做的标准动作做给大家看。但是我不晓得各位媒体有没有兴趣，或者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兴趣，我随时可以念。我睡觉前不是一杯金门高粱酒，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，而且是我不晓得他的心理状态啊，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指控韩国瑜。我不是这种人，我是有反省力的。我睡觉前，今天事情很忙碌，我睡觉前就是这样花1分钟时间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。我每天睡觉前是做这件事情，不是喝酒。所以我觉得黄光芹女士她所形容这些有很多是不真实的，但是我还是祝福她能够找到宁静跟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想可以讲说那个丰山家具街被铺柏油路，这个念完波罗波罗蜜多心经啊，暂时就好吧。